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放心吧，挂了啊。啊！什么东西？我的手机！哎，老王，你跑啥？和尚，那边有个大怪物，太吓人了！不要惊慌，我去收拾他。孽畜！让你来害人！终于除掉了这个祸害。哎，我的手机刚才被他弄坏了。手机坏了，给你推荐最近很火的转转 APP， 他们回收价格是真的高，一台很旧的华为都能卖2000多。还有免费上门收件，不用出门就把手机给卖了，真的非常方便。这么好，我赶紧去下载一个。啊，大蛇，赶紧去报告，报丞相，大蛇正在偷吃白菜，去把大力士叫来，除掉此害。是。竟敢在这里撒野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对付你，小菜一碟。一个拖拉机这么嚣张，看我的！